你觉得蝙蝠侠会拿蝙蝠棒去扁扁棒球吗？锵锵！OK， 冲下回蝙蝠侠，没代志。你搞我够嘛？哇，家伙！你肯定出事情了，别隐瞒，告诉我。那就行。我昨天去剪头发，你却没有称赞我。你戴着面具看个鬼啊！赞美一下会少快乐。林北要去睡沙发。蝙蝠侠，你是精神。靠腰啊，罗宾！小便不用冲水，大便才要冲水，要节约用水啊！有点水用嘛，小闹闹！现在真的很塞耶！哇，给啊！来玩真心话大冒险！我只能说真心话，不冒险。那就请你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吧。我办不到。那就大冒险吧，蝙蝠侠！你老母都说不玩大冒险了！哦，我们点三明治吧。淀粉容易胖。OK， 那冰淇淋如何呢？乳制品太黑心。那要不我们点蚵仔煎、臭豆腐还有苹果派。我都买假。靠北，你去假赛喝没？雷丘！这致命的陷阱是谁设计的？小丑！我听到了。在上飞机之前，请您先礼让孩童以及身心障碍者好吗？先生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我的心灵受到重创，我老贝老母在我小时候就被强盗杀了。您这遭遇听起来好像布鲁斯韦恩。母亲，发誓以后会把杯子放在杯垫上，快发誓！雷小给雷我一份发誓！哦哦，厉害，蝙蝠侠！小明，你不要把艾滋传染给我！是谁把卫生纸反过来放的？小丑！哦，我好爱蜡烛。一向违规买超过330的预算的，我清楚的记得，这是在星光三月里面，售价是660元。嘿，兄弟，我买的时候有特价，所以特价，你必须要照着原价来。如果你们都不遵守规则，那就不要办什么鸟派对，你阿妈还错比。所以我们各付各的平分账单。不，我欺凌罪耶。但是你还吃掉我半块的披萨。我没价。那像价耶。小丑，天杀的，他试图想陷害我。蝙蝠侠，一起精神。